天就到了，吸收紫外线皮肤一定会变黑的。不过在皮肤变黑之前，是不是可以做些功夫保护下皮肤呢？就是揀一隻啱用的防晒啦。跟大家温故知新一下先，究竟我们成日见到的 SPF PA 是乜东东来的呢？ PA 呢是日本防晒产品对防御 UVA 的标准，越多的加号就代表防御 UVA 的效果越好啦。而 SPF 就是代表防晒产品保护皮肤不被伤害的能力，度数越高保护皮肤的能力就越高了。讲了这么多，是时候推介几款不同 function 的防晒给大家了。如果你是干肌想找一支水润型的防晒，那我就会推介你试一下这一支 Canable 的防晒精华了。这一支防晒精华有什么好呢？它最大的优点就可以为肌肤保湿长达12小时，因为它蕴含了 75% 的水分成分，非常容易推开，而且上面也大有自然的光泽感。除了用来适合做日常的防晒之外，其实也可以用来做妆前打底的 primer， 上妆的时候就会更加贴服了。Facial 就啱啱開翻，相信唔少女仔都會趁住呢個機會嗱嗱臨去打 Lisa。咁打完 Lisa 嘅皮膚就最適合用呢一支 Filoga 嘅防曬乳液啦。佢有效阻擋紫外線之餘咧，仲含有啤酒花嘅萃取成分。咁啤酒花萃取有啲乜嘢好呢？就是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和有效对抗色斑。总括来说，这一支乳液就是集合了防晒、美白和抗衰老于一身。如果你是敏感肌，找一支物理性的防晒，就可以试试这一支 Drunk Elephant 的防晒。首先讲一下它的品牌先，所有的产品都不含对肌肤有害的六大化学物质，就算是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。这支防晒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，有效减淡细纹和阻挡环境有害物质，皮肤就自然越来越健康了。最后出场是一支粉状的防晒，是由本地品牌 Walk Up Lightis 出的。这支是矿物防晒粉，用来定妆或者出街补妆都是非常方便，而且它粉质很幼细，摸上手都是非常滑。咁佢仲帶有呢個調色嘅效果，我手上面呢一支咧係薰衣草色嚟嘅，就係啱我呢啲皮膚暗黃嘅人去用啦。大家咧記得按照自己嘅需要去選擇翻適合自己嘅防曬啦，記得每隔幾個鐘咧就要補一補防曬，尤其是咧係進行水上活動嘅時候啊，唔好曬傷。我哋下次見，拜。